无人问津的角色，你选择去崇拜谁呢？怨恨谁呢？假装热情的冷落，假装自由的枷锁，你最后成为了什么？燃烧华丽的烟火，绽放一次就足够了，奢求什么？无名之辈，我是谁？我和谁也无所谓，谁不是拼了命走到生命的结尾？也许很累，是很美，也许卑微。大家都没事，哪睡得着啊？还不是有打呼吗？我戴耳机都听得到。我装的，你装的还打得这么响？就是。不过话说回来啊，我现在超级紧张，我感觉我长这么大都没有见过这么大的场面。你说咱俩一起打多少年比赛了？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慌过。谁让你把老大当偶像呢？他的梦想不就是你的吗？也对。不过老大压根没把你放在眼里。你这欠嘴，正好口渴了。哎，虽然我上不了场，但我会在下面祝福你们的。嗯，说真的，跟你们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挺好。那当然。来，给您加油。来。小声。哎，我跟你讲。刚才啊，我在床上研究了一个新的战术，特别实用。真的假的？真的呀！你看，咱们打比赛的时候，我研究过对方特别详细。一起攻过去，找到漏洞，三个人攻击漏洞，攻破他们的节点。哦，来他个措手不及。对，因为咱们强行进攻，这时他们肯定全部过来防守。对 ，Demo， 你记住，故意露出我们的漏洞，然后加固伏击。
韩商言，我在楼下。睡不着啊你？一兴奋就睡不着，怕影响 buff 休息。那你不怕影响我休息？你又不比赛，你又不值钱。说真的，那天比完赛，我真希望你复出。那天是运气好，那五个人不是一个俱乐部的，又没默契，我们也是险胜。不行了，小米，英雄迟暮了啊！我迟暮你没有。你真的不想再打比赛？不想。你这个人就是轴，想不开。那弄个单人项目呢？算了吧。哎，可惜啦，可惜。我30岁了，再打比赛，最多2年必须退役，和 buff 一样，熬不了多长时间。可我带的那帮孩子，最少的都可以打10年，听着爽吗？爽。10年啊，可以拿几十个冠军吧，甚至几百个。过去了，就是过去了，无所谓。谁还记得杠这个名字？我现在也不追求什么个人英雄主义，我在乎的仅仅只是俱乐部的荣誉之上。你也别在我这待着了啊，哪凉快哪待着去啊。训练室的那个椅子也可以，会议室的那个大桌子也可以，桌子大啊，躺着舒服。得了吧你，让你睡你一定也睡不着。我猜哈，你心里还一定担心收楼那边。有什么好担心？第3都拿不到，以后也别说是我兄弟了。来吧，睡吧。去我床上睡吧。这挺好的，不用。睡不着觉哎，我也是。我刚才翻身害怕吵醒你，早说你没睡啊。要不然，我们现在就过去吧。现在？11点。现在过去会不会打扰他们休息啊？我知道 KK 附近有一个24小时的便利店，我们可以在那儿等到天亮啊。反正我们也睡不着觉，万一睡着过了点儿怎么办？确定？确定。
起床了。小米，起床了。你不是给他们设定了人脸识别系统吗？是啊，我也忘记给自己设定了。没事没事，我多做点表情，没准像谁这就开了呢，是吧？开。下午去接你的吗？我昨天晚上我们两个就到了，半夜。我申请一张床啊，我要眯一会儿。啊，我知道他们有空的地方，我带你去。带他去了。小点声，都还没醒呢。嘘，声音最大了。咖啡还拆咖啡机啊？不是这样弄的，我之前教过你，忘了吗？看着啊，是这样的，看到了吗？算了算了，反正你站在这儿也帮不上我，你呢就坐在那儿，等我做好了给你端过来，好吗？十啊，三，一，二，一，叮叮叮叮叮。学了多久？也没有很多久吧，反正就寒假的时候，在家闲着也是闲着，没事干喽，就学一学拉花，就很快就学好了。还有什么是你不会的？啊，这个好像很难啊，我好像这个什么都会。啊，有一个 CTF， 好喝吗？还不错。问你的问题，你有没有觉得我们两个很有缘分啊？有吗？当然有了。第一次见面，你当时心情不好，就恰好选择了我弟弟的网吧，结果我们就遇到了。第二次在广州，你在广州，我也在广州，我们又遇到了。第三次就是刚刚，我在门口正愁怎么进来呢，结果你就出现了，就好像是老天刻意安排的一样，是不是很有缘分啊？这咖啡还不错。你正面回答我问题，我在问你呢，我们是不是很有缘分？好像
你不困吗？困啊，昨天晚上一晚上没睡觉，坐得我腰都酸了，能不困吗？你要不要上去睡一觉？要不然没有精力看比赛了。嗯，我要等你把这个咖啡喝完再上去。那我可能喝不完。为什么？我舍不得喝掉你作为我的这颗心。是不是很有缘分？我们是不是很有缘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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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回答我啊！刚刚没跟我说。咋了？哎，是不是很有缘分？哎，有没有缘分？有没有缘分？有没有？真的，八点了，那再睡会儿吧。你欠关大农业，你不是应该在家吗？而且现在不是在你家。我哦，我的妈呀！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忘了米少飞还在我的床上了。我的妈！好尴尬，我去厕所刷牙洗脸。对，亚雅了，亚雅。他跟我一起来了，他在另一个房间睡觉，你放心吧。潘尚元，你真的不把我当男的？他要睡，你跟我说，我换地方就行了。我还没问你小子有没有对我女朋友做什么，你还大爷起来了是不是？哎呦，我大爷要出门了，你说问。对不起，我昨天晚上我们俩喝大了，我真的不知道他在我的床上，不好意思。这次原谅你了，下次不许再这样了，知道吗？我给你拿药说。哇，你怎么这么多一次性牙刷啊？我经常出差呀，所以备着这些也会方便一点。你有没有感觉这样很没有家的味道啊？你是不是太忙了，没有时间收拾行李啊？我觉得你应该找一个人帮你收拾行李，就不用再用这种一次性牙刷了吧？好啊，那我以后收拾行李，就喊你过来帮我收。看我心情了哦。潘少爷。有急事。怎么样？疼。要不要去医院啊？你再喝点水吧。啊，大意思。怎么回事？老毛病又犯了。没大事，死不了。都吃胃溃疡的药了，还不严重吗？你怎么想的？做两手准备。你带狗让他去医院，其他人出来开会讨论一下换人的事情。啊，老大，又不是没带病，上去过，没事，我吃点药就好了。哎，你不能再吃药了，你刚吃过药。你先好好休息，别想那么多。其他人出来开会。老大，老大，老大，老大。我要打决赛，我求求你，你别把我换下去！我为了这天，我等了多久，你知道吗？三年了，就这一刻，你就要把我换下去，我可以带病上去了，我可以的，老大。我每天都在练习，我每天都在练习。我求你了，老大，你别把我换下去。哭什么呀？嗯，今天这场比赛无论输赢，我们都已经拿到了全世界总决赛的入场券。你现在先好好养病，把病养好了，到时候再打不是一样的吗？可
可我们是畜生啊，我还输了怎么办？你真当自己是根葱吗？就这么不相信你的队友？没有你，他们照样拿冠军。别哭了，小明，带他去医院看一下，好好休息，咱俩出来开会。老大，滚！滚！志勤，还叫我成呢？滚！去哪？从前面楼梯下会比较方便，前面。我觉得你跟着一起去，这孩子争强好胜，你看着点。我去。吴白呢？队长和万早上去晨跑了，叫大家回来开会。好，我去打电话。老大，人到了。找我，老大。你准备准备，一会替 Grant 上场。我吗？可是我和季帅差好多名次呢。Grant 上不了，除了你还能有谁？可是，全国赛都打过来，你怕什么呀？这不一样啊，老大。少废话，坐过去。平常都是一起训练的，废话我就不多说了。刚才我和 Grant 说，今天这场比赛输赢无所谓，因为我们已经拿到了全世界总决赛的资格。但是，今天比赛的都给我听清楚了，主场必须给我拿冠军，没有第二种选择，听清楚了吗？听清楚了。赶快开机吧，练练手，熟悉一下配合。今天我就是你们的领队，全程陪你们比赛。来，是。队长，这突然整那么一下子，你多大难啊？照常发挥，有我在。走吧。那不是白换人了吗？跟全国总决赛的阵容相比，相当于是 buff 换掉了 Grant， 用一个高手换掉另外一个高手，那你整体战斗力根本就没有提升啊。buff 总排名第四，还是要比 Grant 强一点的。但是你想啊，论年纪，论反应，论默契。年年，还好你们没走，我还以为我睡过了呢。怎么可能啊？我没打扰你们吧？怎么会？你们先在这玩，十一点半去会议室吃饭就行。怎么了？国王突然生病了，上不了场了，得换人了。今天这种时候生病了，可不是吗？他们现在肯定乱成一锅粥了。雅雅，怎么办嘛？我在他的脸上看到了骄傲，他是韩商言，他是我的男人。这是我第一次获得冠军的奖品，冠军戒指。可能有点大，你不一定戴得上。谁说我戴不上啊？
戴在手链上，或者再买一个手链挂在上面都可以啊。他一定会完成他的梦想，因为他那么努力，又那么的与众不同。我们结婚吧。结婚。我不是不想答应他的求婚，我想我等待的就是这个时刻，你最值得骄傲的一刻。韩商言，我们结婚吧。无论这场比赛输赢，都有我陪着你。我们结婚吧。没问题，比赛结束就结婚。看着眼前的这些年轻人，就像看到了10年前的自己。那时候仿佛整个世界都在我脚下。我的字典里就没有输这个字。你是为 CTF 而生的。我性格孤僻，虽然 CTF 是一个充满声光世界的舞台，可仿佛只有在这个世界里，我才能让自己冷静下来。我说过 CTF 这种东西，要不就别碰，要不就要赢，就这么简单。然而我却先放弃了，因为害怕未知，因为害怕失去，因为害怕背叛。那时候我才知道，我一点也不强大。我躲在自己的盔甲里，一直哭泣着。那到底要怎么做？失败了，就把自己的梦想交给别人吗？KK 这帮孩子有你照顾正好。那是你好。这帮孩子有梦，而且更加难能可贵的是，他们正在为了他们的。也许认识到弱小的人才能变得更坚强。我决定与那些无论失败多少次也和我一样会站起来的人一起守护那个比尊严还要重要的东西，梦想。无名之辈是谁，我们谁也无所谓，谁不是拼了命。这条路很艰辛，有人成功了，有人退缩，但他们都来过，他们都战斗过，他们让那些质疑他们的人自惭形秽，他们让那些没有目标的人找到方向，他们始终相信自己的双手会创造自己的未来。包子，是你让我摘下它的，你给我带着它拿冠军。钱固然重要，因为它可以给你一个很好的生活，可是人是因为有了梦想而伟大，所以我的梦想依然没有变，我想帮他们为中国拿世界的冠军。我们已经拿了全国冠军，为什么要放弃啊？有梦想的人永远年少。我是为了我自己。你以为我真的只是为了世界冠军吗？我战队少了一个人还有什么意义啊？10年我从未想过重返对抗的舞台，我以为我放下了那份青春的悸动，放下了那份骄傲的见证，但那天我才知道，即使这么多年过去，那些默默守护我们的人从没放下过那份执着，对梦想的执着。那是他们对青春的记忆，
他绚丽而短暂，懵懂却热情。青春可以说，但是谁的青春没有遗憾呢？看看这些孩子，哪怕只有一个人，他们也会拼搏到最后，因为他们不是孤军奋战，在他们背后支持他们的是所有 CTF 人的青春，他们背负的是这十年整个中国 CTF 人的希冀与泪水。你在我心目中也永远是最棒的队长。那些或是拼搏的赛场上，或是奋斗在赛场外的人们，谢谢你们，世界欠你们一个冠军。无名之辈，我是谁？忘了谁也无所谓，谁不是拼了命走到生命的结尾？也许很累，一身狼狈，也许卑微，受委，也许永远也成为不了谁。你哭什么大喜的日子？怎么去看世界总决赛？你答应我去看世界总决赛了！冠军是 KK 的，是中国的。韩商言是拿着一面国旗走到了舞台的前面。韩商言将国旗交给了吴白。真替你捏把汗，还这么争气呢？你知道怎么的？一上去就被田忌赛马了。你的命令之前，一上去换了一个高手下来，还好是你们赢了，冠军啊还是我们中国的。没错，是我们中国的。过了，过了。老大，给我养好你的胃啊！再有下次，我禁赛你一年。老大，有你这么对病人的吗？这一年可是我的人生精华，老大，你就让我再去世界赛，再为中国人争一口气吧。再说吧。好，就凭你刚刚那句话，听好了，今天 KK 做到，要吃什么？挥挥霍霍，起来吧！既然 KK 做东，我们就点外卖全部送到 KK。大家是不是还没有聚过 KK？ 太好了，一直想去，不敢嘛。好，今天晚上所有人去 KK 吃饭，我买单。事情我们最在行了，对不对？对。带大家上车，我去办点事儿啊。你们去去去去。小敏，快过来。走吧。去哪儿？不是大家一起庆祝吗？是要庆祝，不过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办。嗯。任务带走了。嗯，带走吧，归你啊。等我一下。啊？算了，帮我一个忙。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啊？跟我去趟休息室。真的急？什么情况啊？我也不知道啊。中国是冠军。恭喜你啊，最棒的冠军。谢谢。继续加油，
向世界冠军迈进。干嘛害羞啊？喝杯咖啡吧。好啊，走吧。走那么快干嘛呀？什么事情火急火燎的？这边。出去，出去。什么事啊？搞这么神秘？把衣服脱。脱什么？快！你把我叫这儿来就为脱衣服啊？这里又没人，你赶紧。别，你先说清楚，脱衣服干什么？我一会儿要去童年家，你把你的衣服借我几个小时。你丈母娘给你准备了庆功宴，是，你是得穿身正装去，要不要西服？这么热天你还带西服？这不是我担心有记者发布会吗？随时要备着。你不需要，你不用应付这些事儿。赶紧的，等着。我不能脱成这样就出去吧？你把衣服拿来给我。我自己来。你快点。你快点脱，我帮你吧。哎呀。嘉豪，他们在里面吧，让我们进去。不能进。为什么？老大不让进。他们在里面干嘛呢？不知道。别进，不让你进。哎，小心！你这接过一下，接过一下，来。哎，不是，你俩干嘛呢？衣服。是兄弟一起。哎，马上就。什么？你们在玩游戏吗？游戏？什么情况？我不知道了，我不知道。你干嘛没事和 Solo 更换衣服呀？你这又想去骗谁呀，老大？一边去。走吧。啊？文文，你老公怎么了？怎么哭成这样了？他呀，激动呗，老男孩少年心，所以我假公济私，特地带他来见他偶像。恭喜，恭喜你！你终于拿到这个冠军了，别哭了。如果每次拿冠军你都要哭，那你得哭哭了。一会儿有事吗？没事儿，去 KK 参加庆功宴吧。真的吗？当然。一会儿见。一会儿见，一会儿见。有吗？有吗？我一会儿真的可以去吗？我一会儿真的可以去吗？当然可以去了。你看，这是大嫂娘家的姐姐，你是大嫂娘家的姐夫，怎么做也是亲戚啊！我们一起去啊！走走走，来，我们收拾东西回 KK 了。喂，等，等会儿。对，那不是那个女明星吗？不，她演了特别多电视剧，我特别喜欢。哦，没错，没错，就是她。我能跟你合张照吗？当然可以了。喂，上镜上。好了好了，她不是来找你们的啊，九七。九七，你好，来给你粉丝签个名吧。我当然，我是你的粉丝，你能给我签个名吗？可以。不是，向总，你这后门走的可以啊，难得走个后门，你给面子。你们是亚洲冠军，当然很多人喜欢。可以啊，小七。谢谢。那。我可以也要个签名吗？当然可以了。给他签一个。喂，奶奶，我是小敏。我要跟你说，我拿冠军了。
我跟老韩一起拿冠军了，我们终于成功了。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奶奶恭喜你。恭喜你，我们三个，我和你妈跟奶奶一起恭喜你啊。就是就是。对，奶奶很谢谢你，对，就是对你一直支持我，对。奶奶，我给你听一个我喜欢姑娘的声音，好不好？姑娘，完了！呀呀呀呀！哦，姑娘，好好好。我奶奶。啊。对。喂。奶奶你好，我是孙亚亚。孙亚亚，哦，你好，你好。您好。这声音好听，好听。哎呀呀，你不会说什么？过来。喂，你是小饼的女朋友是吧？啊，我不知道我是不是。什么东西啊？他问我是不是你女朋友。就说是，继续说，你说。我们家小饼多亏你照顾了。就是。哦，不会不会，应该的。什么时间回来呀？那你什么时候回去？很快了。很快了，很快就会回去的。我跟小敏的妈妈都等着见你呢。哎呀，奶奶！还有他奶奶。好的。就是。是如何被你动摇了心跳？进你眼中停靠，关爱卷起风暴，一瞬间把矜持都忘掉。想念是种毒药，难以戒掉，让人定你是我唯一坐标。心思还需要花多少，我才能够独占你的怀抱？爱上你就